大家好啊，今天来聊一下住宿酒店的一些禁忌啊，您可以理解为民俗，个人建议啊，当做参考。好，来说下第一条呢，就是酒店的每一层的最后一个房间不要住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因为最后一个房间呢，往往是杂气最多的，会影响人的气运啊，杂气多。在一些高档酒店、星级酒店的话呢，往往最后一个房间他也不住人。啊，就改成了储藏间啦、杂物间啊，这种洗浴用品放在那里啊，有的改成了这个电梯间啊，大概是这些了啊，所以这个最后一个房间尽量的避免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房间你自己打开之后，感受到就莫名其妙的一阵阴冷，有一些异味啊，就是味道啊，感觉怪怪的啊，或者说感觉的心慌，莫名其妙就感觉不舒服，那这种房间也不要住。啊，从科学角度来讲，那对人的这个睡眠质量肯定也有影响啊，对吧？所以这时候这种房间的话，既然对人的这个身体有差，有影响，负面了，那对其他的当然肯定也会有影响，那尽量的就不要住啊，跟前台讲一下，换一个啊，宁愿要贵一点的。当然了，人在这个没钱的时候啊，饥寒交迫，什么房间不房间随便住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那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那为什么不选一个更加好一点的呢？对吧？还有一个呢是不要随意触碰这种宗教用品，啊，这个在国内的比较少啊。我出国的时候，比如泰国啊就比较多了啊，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嘛，这种宗教一些用品就摆放的话，是有的时候酒店里啊、门口啊，随处可见的啊，所以这种就不要对着他们拍照。拍照啊，碰一下，看一下，一般来讲也不会啊，也是，尽量的吧，不要去触碰啊。你说，那我们合拍一个哇，这个第一次遇见，合照一个也没必要啊。很多人说，哎，这个是骗骗人的啊，古代又没有照相机，对吧？话是没错啊，但有的时候拍的时候呢，就像，如果说是开发的比较好的啊，这个扯得有点远啊，那也说一下吧。比如说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呀、皇陵啊，它那种游客常年很多，而且开发的比较好，那你进去拍拍照，我认为这种是没问题的，因为人多了，自然而然这个所谓的这种阴气也就不存在了。在人比较少的情况下啊，刚刚开发出来的，你再去要个合拍一下或者拍照怎么样的，还有的还要在上面题字，那就没必要了啊。这个宗教的这些用品的话，多数是在。国外，就是泰国这些国家比较多见，去过就知道了哈。好，这是第三个嘛，那第四个呢是，就进门之前嘛，敲一下门这个古代也是这样的啊，不是现代啊，古代也有门的，在进去之后，那就是空的，就空的也敲下尽量的进去之后敲敲门嘛。敲几下啊，再开门啊，再用房卡开门啊，这个意思，不要说不声不响那进来之后呢，那把这个灯呢尽量的打开了尽量的全部打开啊，就是能打开的都打开。酒店里啊，因为它本身啊就是，现在基本上都这样了吧，这个一键开启的，你走了之后是自动关闭的嘛，所以进了这个房间之后呢，就全部的打开。不要说这个房间不开，这个几盏灯啊，这个房间啊，这两盏灯啊，我就不开啊，要么就全部打开要么就全部关掉当然了，人在休息的时候呢，尽量的开那么一两盏，这有点相反的。进去的时候尽量全部打开，那休息的时候呢，就不要全部关闭，留那么一两盏灯你就是那种房间里面都有这种走廊灯嘛很小的也亮一亮。不要说全部打开，当然你说这，有的人是说我这个灯全部打开，太亮了我睡不着，那是没必要的，稍微打开那么一两盏还是需要的刚才讲到的说是宗教用品拍照，其实在酒店里面房间里面，也不要一个人拍照当然你说两个人其实没必要，在房间里面也不要说对着房间来一个自拍，没必要没必要，有的时候拍到一些那种的。尽量的也不要去拍，就把它当成是，怎么说呢？是宗教场所，没有人说让你对着这个
寺庙这些拍照的话，那酒店其实也差不多，人来人往的，那，这个就没必要了，好，大致是这些吧，还有的地方呢，有些奇怪的事情啊，或者有的，这个有的时候所谓的奇怪的声音啊，可能会发出来，那不是人啊，就是可能水啊莫名其妙的这个，我都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个水莫名其妙的会有滴下来，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你可以咳嗽咳嗽，自己啊稍微咳嗽几下，怎么说呢？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不必要的麻烦，好吧，只是简单说一下，这都是，怎么说呢？共同的吧，共用的吧，或者说通用的吧，通用的，因为你说每个人都一样吗？每个人其实都不相同，比如说方向、朝向又不一样。当然，这个要结合每个人的来讲，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我现在所讲的是这个通用的。大众都能够，清楚的，每个人都适用的。你说每一个人，你说我朝东好，朝西好，这也因人而异啊，这意思。所以总之呢，酒店的嘛，有一些你，反正当成是一个民俗吧，不要太，也不要太在意这个。哎呀，这个房间没选好啊，我就完了啊，也没必要。大致的先说一下吧。